好，来继续这件，这是 IMB 诈骗案的争议继续在探讨。民众党的立委陈婉慧过来压聊，伊是来抛出着一张2020年热天的相片，是当时交通部的政务处长黄玉麟、甲台铁局现任的副局长朱来顺等等，这个政府的高官，甲这个 IMB 的主席张国伟，伫个河体咧食饭。这等于是甲交通部长王国才甚至的脆皮，因为前一天王部长才讲无现任的当人去迄个所在。另外，是毋是有检调人员牵涉到这个诈骗案的？法务部长蔡清祥讲，不管任何人涉案，检察官拢会按照着证据积极来侦办。白崇禧周围种真侪千斤叶树啊，遮着伫咧基隆五街，厝嘛是 IMB 主席张国伟的。啊，若民众党立委陈婉慧阁一摆约了，遮着是当时交通部官员结束基隆考察，和张国伟交流聚会所在。现任的所有的同仁哈，当时在12:30以后都回来了，现任。现任的嘛，现任的，按照出席名单，那请那个以前的议员联络再确认一次，他觉得那些人都没有，那我不知道朱来顺有没有在里面。结果唔知影，陈婉慧尾后人面册铺相片会漏开，迄间报告点半左右，时任交通部长黄玉麟和现任的代替副局长朱来顺，下晡拢和张国辉、陈振坤、佮土地开发商林酒开讲。昨天呢，王国才部长说不用查。所以我今天想要问陈建仁院长，在上班时间，好来到这个祖贤家来做这个饮酒作乐的部分，难道完全不用查吗？不管是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啊，各权责机关啊，他们都会依法来调查。也可能查陈菊或黄琼燕吗？好，谢谢。IMB 诈骗案继续团为民进党立委到政府高官，恐惊嘛是要等相关单位调查清楚，给外界一个交代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，给您崭新视野。